那我要跟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，在耶利米书这卷信息里面，整本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想要传递的就是富足。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富足呢？啊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进入到主题之前，我希望你们可以了解一件事情。你知道，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，其实是整个犹大国最黑暗的时代。 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的百姓，却呼召了耶利米，要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来为神的话语来站立，来传递真理。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有人说，整本耶利米书真的是好像充满了审判跟严厉的言辞。在我分享第一个礼拜来分享耶利米书的时候，整个牧师就坐在我们的当中，非常的低调。 结果结束以后，他发了一个短信给我，他说：“Good job, Pastor Cady。”他说：“耶利米书超不好讲的，我完全的同意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感觉到是很卡的，不知道要怎么来传递这个信息，以至于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不是把它当一个历史来听，而是让耶利米书在当年所发生的事情以及神要传递的信息，到今天仍然对你来说。” 是真实的，所以你知道，在耶利米书的那个时代，在世界是非常的黑暗，百姓离弃了神，他们盖丘坛，他们去敬拜巴利。他们把他们的孩子献给偶像，杀婴孩，在新嫩子谷里面做的这些让上帝所厌恶的事情，让我告诉你，今天仍然在发生，而且比之前还要更加的严重。 因此，我们在整本耶利米书里面所要传讲的信息，弟兄姐妹，不是审判而已。听起来很多的审判，很多神的愤怒，但是你要知道，神借着耶利米直到今日，神要说的审判、愤怒，永远都不是上帝的终极目标。你同意吗？ 因为这些审判跟上帝的愤怒是要为人指向一条救恩之路，意思就是，如果你听见神的声音，你回转、回转的就可以得救。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：神的救恩是有一个 window、有一个窗户的，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耶稣的再来。 这个时间点就是我们的一个窗户，是我们可以悔改、可以归向耶稣基督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全人的救赎。 而整个以色列的历史，只不过是让我们更清楚知道，今天我们全人类的历史当中，以色列在做的事情，以色列的软弱，以色列的跌倒、犯罪、堕落，神的救恩一次又一次的临到他们，不是吗？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直到以色列全家的都得救。 但是你要知道，以色列全家得救，会不会以色列家有没有得救的人？有没有可能？绝对有可能。所以今天我们回头来看，一个人能不能得着全人的救赎，能不能进到永恒的里面，是在于我们的选择。因为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他说成了，就是他能够做的事情已经全部都做完了。 剩下的工作是我们这些被他所创造的，我们要来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。所以大家如果还记得，在两个礼拜以前，我用一个瓦器来告诉大家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器皿。有人会说，牧师，你知道这个泥土也不能够选择，它到底是好的泥土还是坏的泥土？让我告诉你。 当上帝创造人类没有犯罪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是好泥土。你阿闷吗？所以换句话说，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是好土，只是因为罪的缘故，我们被玷污了；因为罪的缘故，我们落在世界的网络里面，以至于我们成为看起来是不好的泥土。但是，当我们去看整个耶利米书，当神说：“耶利米，你去。” 当我的百姓中间告诉他们，因为你悖逆，因为你离弃神，如果你们不悔改，就要像这个瓦器一样被摔碎。其实上帝的目的不是要把人摔碎啊，请你听好来，听起来确实非常的严厉，但是神为什么要拣选耶利米去讲这件事情？难道不是给人一个悔改的机会吗？ 今天如果一个教会只讲审判、审判、审判、神的愤怒，我告诉你，他一定会进入到异端的里面。但是如果一个教会都在讲恩慈、良善、神的怜悯、神的救赎，讲到完全的恩典、恩典主义，这个教会也会进入到异端的里面。因为当我们在讲神的恩典，我们不能够讲不讲上帝的公义；当我们讲到神的救赎， 我们不能不讲神的愤怒，因为在圣经里面，以色列人的历史告诉我们，有许多的以色列的百姓在当时是印着景象。跟我说，印着景象。如果你在网络上面正在看我们的主日崇拜，请你在留言区打上“印着景象”。所以你知道，当我们印着景象，我们不愿意归顺神的时候，让我告诉你。 我们就会落入到审判的里面，根本不需要上帝出手。你今天在美国，在美国，在加州有交交通法，如果今天他告诉你是开六十五，每小时开六十五，你也要开个九十。 你硬要在不该转弯的地方转弯，不该闯红灯的地方，红灯应该停下来，你硬要闯。请问出了车祸是出于上帝的审判吗？不是的。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落入一个绿的里面，属灵的绿也是一个地上的绿的里面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罪的公价就是死，罪的公价就是死。 因为上帝知道，所以他要对他的百姓说：“你们回转来归向我吧，你们归顺我，你们不要再背逆了，你们不要再拜偶像了。”他要警告，为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他的儿女能够回转。比如说，一个做父母亲的，他的孩子吸毒，他的孩子混帮派，请问我们做父母亲的，我们只会用恩典，只会用拥抱，只会用怜悯。 只会用鼓励吗？绝对不会。如果当我们警告我们的孩子：“你不要再吸毒，你不要再混帮派，你不要再去跟人家斗殴，要不然你必定会死，你的脑袋就完蛋了。”You cook your brain。你的脑袋已经你会成为一个废人。当做父母亲对儿女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请问父母亲的期待是什么？是孩子的回转，不是吗？ 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必须要了解。只要当我们在读耶利米书，包括这个摇匠比喻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，要把它放在整个耶利米书里面一起来看，你就知道为什么神说我要摔碎这个瓦器。其实，神内心最大的渴望，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珍贵的器皿。 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在大户人家有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，但是你知道这些东西，包括我们建造神的殿、建造我们的生命，有草木合接，不是吗？这些都要经过火炼的，所以有什么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经不起挑战，是被烧毁的？But after all. 而这全部都是为了要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那精气和阴气，这才是上帝的一个最终的目标。而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窗户，是叫我们快快的悔改。你可能会说，我已经信主很久，我是基督徒，我受洗了，我在教会服侍，我参加小组。但是让我告诉你，包括我作为一个传道人。 我有需要悔改的地方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喜欢靠自己，不知不觉就靠自己的力量，忘记了要休息，忘记了他是神。所以今天，当我在分享不能够被偷走的富足的时候，我们要来看两段的经文在，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好不好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。 犹大的罪是用铁笔、用金刚钻记录的，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角上。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岗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。我田野的山啊，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罪，把你的货物、财宝，并秋坛当猎物交给仇敌，并且你因自己的罪，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。 产业，我也必使你在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，直烧到永远。下一段，耶和华如此说：倚靠人血肉的膀臂，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，因他必向沙漠的杜松，不见福乐来到，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，无人居住的碱地。 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。他必像树栽于水旁，在河边扎根，炎热来到并不惧怕，也必清脆。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，而且结果不止。弟兄姐妹在这里很清楚的讲到以色列人，他们因为犯罪，犯罪到一个程度，神说：“我就是用。” 用钻，用金刚把他们的罪写在板上，因为他们崇拜偶像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实在也在一个崇拜偶像的世代的里面，崇拜金钱，崇拜名牌，崇拜名利，崇拜我们个人的安全感，崇拜我们的恐惧。但是神说，他们的罪已经被刻下来了。然而耶和华却说什么？你看到没有？ 神再一次来彰显他的良善和他的信实，是因为渴望他的百姓可以悔改。他于是他就说：“他说，你知道依靠人血肉的膀臂，心中离弃耶和华的这人怎么样？有祸了！跟我说有祸了。所以依靠自己的人，心中离弃耶和华的，有祸了。我们何尝有的时候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呢？” 当我们在困难的当中，请问我们倚靠的是谁呢？然而神却说：“他说这些人呢、啊，他说很像沙漠的杜松。什么叫做沙漠的杜松？你知道杜松是成长在沙漠跟旷野里面的一种植物，它的果子看起来很像蓝莓 （blueberry），很像蓝莓，但它外面看起来非常的丰满，但是它里面是空的。” 是结蜘蛛网的，而且它的里面的核是干瘪的，因此呢，这个杜松有另外两个名字，一个叫做索多玛苹果，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受咒主的柠檬啊。所以你知道，他说，如果一个人他离弃了神，倚靠自己，你知道他的生命就很像这样。 你知道，当我在默想的时候，确实如此。如果你把杜松的果子跟 blueberry 放在一起，它们真的看起来就像双胞胎。可是，一个里面是有汁的、有肉的、有营养的、有抗氧化的；但是，另外一个却叫做受咒诅的柠檬，跟索多玛的苹果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们可能看起来我们的物质很丰盛呢、啊，哎 我有一个很好的工作，我赚很多的钱，我可以度假，我可以旅游，我可以过安歇的日子，看起来相当的不错。但是你知道，在上帝的眼中，他说：“若是你是依靠自己，依靠眼睛看得到的这些，成为你心中的神，I'm sorry，你的生命就像旷野的杜松一样。”这是圣经里面说的。 他说：“相反，如果你是倚靠上帝的人，如果你倚靠耶和华，你像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你像一个树，要栽在溪水的旁边，你在河边扎根。炎热来到，怎么样？却不惧怕。换句话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依靠神的人。” 你的生命就像扎根在河边，但是并不代表炎热不会来到，你一样会有炎热。但是他讲到一个重点：如果你依靠耶和华神，你就像扎在河边，炎热来到的时候，你并不惧怕。这应该是依靠上帝儿女的生命，不是吗？ 然后接下来他说：“他说叶子也仍然必清脆，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，直到结果不止。所以今天信靠神的人会有干旱，信靠神的人会有炎热，会有困难，会有挑战，但是你仍然可以结果子。那请问，什么是我们生命的果子？” 我必须严格的来说，在顺境的里面，我们大家看起来都差不多，但是在逆境的里面，就知道你是杜松还是蓝莓。你同意吗？所以今天在这个里面讲到，我们如何要过一个富足的生命，很重要的事情，它的关键就在于你有没有完全的来依靠神。今天我要用三点来跟大家来分享。第一。 就是富足是来自于敬畏神，富足是来自于敬畏神。生命记第六章二十四节，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，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使我们常得好处，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，像今日一样。所以敬畏神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敬畏神呢？ 你知道，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，我们被呼召是要来代表神的国；我们被呼召是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。当我们的墨西哥的短宣队去到墨西哥的时候，他们走在人群的当中，他们代表的就是天堂，不是吗？但是我们这样的生活不能够只呈现在短宣的时候，意思就是。 我们要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，是在我的职场里面，我要敬畏神。所以，当有一些猫腻的事情不合神心意、不法的事、不诚实的事的时候，我要敬畏耶和华。阿门。所以在我的小组里面，我如何敬畏神？在我的教会的当中，在我的家庭的里面，我如何来敬畏神，来呈现耶稣基督的生命？这是非常重要的。 你知道，在我们内心一个深层的喜乐跟满足，是来自于敬畏上帝。让我再说一次，在我们内心真深层的满足跟喜乐，是来自于敬畏神。在诗篇第十六篇说：“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，我便不知摇动；在我忧愁中有永远的福乐。” 因为神在我们的旁边，神在我们的前面，我们敬畏神，我们的心中就有喜乐。前几个礼拜，整能哥在我们的当中跟我们分享肖翔修牧师，好吧，我们就来看一段影片，让我们知道肖牧师是怎么样在癌症当中来度过的，他想要传递的信息又是什么？ 台中惊奇教会主任牧师肖祥修，四月十七号复活节这天因脑癌病逝，享年六十四岁。历经一年半抗癌过程，他在病中仍不停止讲道、写书，分享面临苦难的领悟及心境。不管任何的苦难跟任何的事情发生在一个人身上，这个人毫无怀疑神的公义、正直、良善、信实、可靠的本职。 我觉得神好像在地球上在找这样子的人，约伯是一个这样子的人，他没有用口舌冒犯神。那天半夜里面，我突然跟神说：“神呐、啊，如果你在找我，这里有一个哈，这我我我要成为这样的人哈。感觉不是很舒服，感觉不是很自由的时候，我就心里面特别说：主啊我，偏偏我,偏偏我偏偏我偏要在这时候来赞美你，我偏要在这时候来感谢你。怎样？我就是偏偏要在这时候感谢你。” 们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敬畏上帝是什么？敬畏上帝就是我偏偏要，我偏偏要，我偏偏要，我就是不论在任何的情况的里面，我偏偏要来与神对齐，我偏偏要来遵循神的话。那昨天晚上大家知道万历好牧师吗？Peter One，在台湾的 Hope Church，在这几年。 很快的串起，神大大使用这个教会。昨天晚上我跟他试训，我跟 Peter One 很熟，因为我们搬回台湾的那一年，我跟他还有整阵牧师，我们三个人开始台北林良堂的英语施工。所以昨天晚上，因为我也需要一些的帮助，所以我跟他试训。后来他就问我说：“哎，You know Pastor Cathy，你们的教会怎么样？”我就跟他分享。 我们教会在疫情的当中，上帝的保守祝福，我们的人数反而更多的增加。那我说，那你们的教会怎么样？他就说感谢赞美神，我当然知道怎么样，因为他现在已经是网络上的粉丝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常常会看到教会的一些情形。你知道跟我分享一个东西，我真的超级感动。他说你知道，因为台湾的疫情高涨，所以呢很多的教会就不能够聚会，所以他们的。 他们的聚会厅里面要限制聚会的人数。他说：“你知道我们在聚会的里面，我们把椅子排开一点就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坐这么多人。”他说 p a s t r c a d y 你知道我们的会友为了要抢能够进来的座位，凌晨十二点开始排队。凌晨十二点，我说我有没有听错？他们凌晨十二点来排队绕的 building，结果警察车来了。” 不是，你知道，不是在抓他们，因为还没开始聚会，警察车来了，说一堆人在这边干什么？然后他们的 Peter 牧师，他就叫他的童工说：“你你们现在出去为那些站着在那边排队的人，为他们来祷告。”他的童工就说：“他说，牧师，疫情高涨，哎，我们这样聚会会不会有危险？会不会感染？”后来 Peter 牧师很有胆量哦。 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有群聚的地方就有感染的机会，不是只有教会。如果你害怕感染，我欢迎你退出我的同工群。”说：“哇，你知道，在他的教会里面，他跟他的弟兄姐妹说，他说：你知道，如果耶稣 showed up 在我们的中间，如果有一天我们遇见耶稣，遇耶稣不会说：哦，你好棒哦，你都没有确诊。” 你躲得真好，你隐藏的真好。这昨天 Peter 牧师跟我讲的，他告诉他的会友，他说：“如果耶稣在我们中间 show up，他会说：‘我感谢赞美主，在疫情的期间你没有退缩，在疫情的期间你仍然敬畏上帝，在疫情的期间你更加的来抓紧神的话，在疫情的期间你靠上帝刚强站立。’好不好？给上帝一个掌声。” 你知道什么叫做敬畏什么？你知道昨天晚上我真的很感动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：“凡认识耶和华的，必刚强行事。”如果我们真认识神，我们不应该害怕，弟兄姐妹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如果敬畏神的心不在你的里面，在末世的时候，你遇到的挑战跟艰难会越来越大。 你会突然发现，看起来像是蓝莓的结果是杜松。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所以，到底圣经在说什么？圣经在讲什么？他说：“不要停止聚会，好，你要来敬拜神，你要与人连接，你要更深的来敬畏神、敬拜主、依靠上帝。”所以在旧约的里面，“敬畏”这个字。 它跟回应神是一个同义字，意思就是说，当神对你说话的时候，你有敬畏神的心，你就要做回应，就像耶利米一样。他说：“神说你去，你去当他们的面把这个瓦器砸破，说你如果你们不回转。”耶利米说：“如果我去讲这个话，我就是第一个被他们砸碎的人。”果真。 他真的被那些人揍了一顿，但是弟兄姐妹，在耶利米的里面，他即便不情愿，他即便有害怕，但是他说：“我偏要，因为他要跟上帝对齐。”如果今天我们敬畏神，我们要来问自己一个问题：疫情能够告诉我该不该聚会吗？ 疫情该告诉我要怎么样敬拜吗？现在的通货膨胀要来主导我该不该奉献？来回应神的话吗？如果今天我们是敬畏神，听好来敬畏，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回应上帝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回应上帝的人。第二，就是富足是来自于遵行神的话。 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，他说：“我必命饥荒降在这地上，人饥饿不是因为无饼，他干渴不是因为无水，乃是因不听从耶和华的话。”所以有一种饥荒，不是肚子饿。我们现在面对整个食物链，很多人都在家里面囤粮，我觉得那是需要的。 但是有另外一种饥荒是上帝更在意的，是邻里的饥荒。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饥荒一定会来到。这个饥荒不是因为你没有饼，这个饥荒不是因为你没有水，是因为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话。” 我们很会担心食物链断绝，我们会担心地上的饥荒。可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为邻里的饥荒担忧过？你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我渴望，我渴望，我渴望！”明明知道只有这么多的座位，我宁可半夜十二点我起来排队，但是我、I、have to get in，我一定要进去。耶稣说：“天国是用暴力进入的。” 所以换句话说，你有多渴慕要来敬拜神？你知道每一次的敬拜、逐日崇拜，真的，在我做传道人之前，给我我曾经讲过，那时候我的孩子很小，有时候一出门哇一趴大便，我就要重新来过，洗屁股、换衣服，然后，所以我都是提早半个小时出门。我们家绝对不缺少任何一个可以敬拜神、来遇见神的机会。 即便今天的敬拜，我觉得没有神的同在，没有恩告，今天没有 feel。但是神说，你要尽心、尽力、尽意来爱你的神。所以是不是在乎我有没有感觉，是在乎这是神的命令，你要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。你知道我在教会的时候，我每次聚会，家庭聚会也好，你知道在我们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在网络上聚会。 我在家里面在敬拜的时候，我在家里面跳啊跳啊跳的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管在暗室在明处，我知道有一件事情 all in，我要全部摆上，因为这是神的命令，所以我们需要听神的话，我们需要敬畏神。他说这个饥荒必要来到，你不觉得你已经看到这个时代的饥荒了吗？ 许多的人因为心里面干渴、心灵空虚，就是去追逐一些物质界的东西。但是神说，这样的饥荒不是物质造成的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听神的话。所以在四月初熟节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一天我在家里面，突然之间，我也不是在祷告。突然神说：“我要你献上初熟的果子。” 因为是初熟节，但是我不是因为想到初熟节，但神说你要献上初熟的果子。那个时候我就说，哦，OK，献上初熟的果子。立马我就想到，在我们教会有一个我可以祝福的家庭。平日我要奉献，我们家要奉献，从来都是眉头都不皱一下的，因为我们的钱都是属神的，而且我们非常的爱奉献，我们很喜欢做天国投资。但是刚好就在四月的时候。 我们正在把我们家的财务做一个整理，有一些新的投资的计划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户头里面的 every penny 每一分钱真的都非常的宝贵，是不能够动用的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们每一天就带便当，你知道，便便当比较便宜，就我们都非常小心使用我们的金钱。你知道，我已经不记得有多久，当神说你要奉献的时候，我心里面会有点作难。但是那天我心里作难了。 当时说要献上出熟的果子，我就说 OK，我就去问方达，我说我刚有一个感动，神要我们为这个家庭来奉献做出熟的果子。后来他说没问题呀、啊，多少钱？我就跟方达讲，他 always 都是 Let's do it。虽然我们的心中做难，但是神说了算，跟我说神说了算，所以我们就做了出熟果子的献献祭。 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心中真的超有平安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大概在一两个礼拜之内，神给我们五倍的祝福，好吧好？把荣耀来归给神。<laughs> 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常觉得好像神是要剥夺。每个礼拜，我们的弟兄在这边讲十一奉献。 你知道神会在乎我们的十分之一的钱吗？No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给拥有被上帝祝福的十分之九，比没有被祝福的百分之百还要更好。你可以每个礼拜听到这些奉献的信息，但是你硬着景象，你就是不要奉献，因为这钱是我赚来的。今天我们的经文说，那靠人的。 手臂的血肉之躯所赚来，自以为这是我的努力。对不起，如果我说到你，因为这是神的话，我必须诚实的说。你可以每个礼拜听到这些奉献的信息，你无动于衷；你可以每个礼拜听到有短宣队要出去，在讲要建堂要宣教，你不愿意奉献。 你可以听到神呼召你要去为一个人祷告，你说我不要去，因为我害怕，因为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当你愿意顺服，你就会像那棵树扎在河边，即便炎热来到，我是不是在炎热的时候？ 我在初书节的时候，我那个奉献真的是炎热啊，是干旱呐、啊，在那一刻，但是他就说，结果不止，而且心中没有惧怕，因为我知道供应我的是耶和华神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看到弟兄姐妹，我看到一些基督徒，因为你要把这些事情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中，你要做主，你要，但是当你要做主的时候。 你搞砸了，你负责任呐、啊。但是如果神说了算，神就要负责任。但问题是，他从来都不搞砸。那我请问你，你要信靠谁呢？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，他知道将来的事，他知道现在的事，他知道过去的事。你是不是愿意把你一生都交在他的手中？你知道，神从来不需要我们去，我们去证明。 他是良善的，听好来。神要我们去经历他的良善。让我再说一次，神不需要我们去证明他是良善的，他要我们去经历他是良善的。所以，今天如果你没有那个 guts，没有那个勇气去遵循神的话，你的生命就会在旷野里的杜松。 所以，其实往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越想要掌控的，往往就是我们最没有安全感的。不论是金钱、时间、人际关系、你的配偶、你的孩子，你有知道有父母亲非常掌控的吗？阿门。但是你要交在神的手中，就像小小修哥说，他说：“上帝正在找寻找敬畏他的人。” 寻找那些在旷野里可以赞美，寻找那些愿意遵循神话语的人。他说：“我偏要，我偏要，我偏要。”第三，富足是从慷慨给予开始。只要当我们来学习慷慨给予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知道如何来与神对齐。对我们家来说，我们的最基本款，我们的十一奉献，我们在慷慨上面，我们一定与神对齐。我也跟跟大家说过。 从不管我们曾经在哪一个教会建堂奉献、宣教奉献，一定是我们每个月在十一奉献以外，我们一定会做奉献的。但是当神感动，我们要做额外的奉献，有哪些人需要帮助，我们为他们做额外的奉献，为了扩张神的国度、宣教、建堂、帮助有需要的人，我们就会给出去。在今年，我们已经有五个宣教团队已经预备好。 四个是去到墨西哥，有一个在九月中旬会去到欧洲跟非洲欧非，这是第一次，我们要出去。但如果当你来问跟神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我要在宣教上面我要有份，我可以为宣教做祷告的人，我可以为宣教来奉献。”其实神根本不在乎你奉献的多寡，他比较在乎的是当你说去做的时候，你说神说了算。 阿门吗？所以慷慨是为了神国度的扩张，慷慨也是为了他人的需要。天父所关心的不仅是人的生命，他关心孤儿寡妇。我感谢神，正因为我们是遵行神的话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这些孤儿寡妇你要看顾他们。二零一五年我们在柬埔寨盖了一个孤儿院，现在里面所有的孩子都是由真道灵粮堂弟兄姐妹认领的。 来供应他们的需要。我们看到孤儿寡妇，看到这些游民，我们支持 a s u s a Lighthouse 游民施工。我们每个月，我们会做游民施工，去到 Pomona，我们会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与神的话对齐，所以是要彰显神的爱。我们慷慨是为着他人的需要，我们也要学习来顺服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说。 哇，wow, 我们应该要雪中送炭，不要锦上添花。但是有多少人知道，在圣经里面，雪中送炭跟锦上添花是可以同时存在的？神有没有说我要叫幕后的荣耀大过荣先前的？他有没有说我要使他荣上加荣？有没有要叫我们力上加力？他说：“凡有的还要给他。” 并且叫他得的更多，凡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走。我们说，上帝的法则跟我们不一样。告诉你旁边人说，上帝跟我们想的不一样，因为不论是锦上添花或是雪中送炭，为的都是要彰显天父的良善、慷慨他、他的怜悯、他的荣耀，不是吗？给神一个掌声，你们。 好吧，我们请敬拜团的人上来。最后，我要跟你们说，在耶利米书第十三章记载了一个故事。神对耶利米说：“他说我要你去买一个麻布，他说你要用这个麻布束腰。”所以耶利米就听从了神的话，因为他是敬畏神的人。他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做这么奇怪的事情。 这不是很像有的时候神叫我们去做一件事情，我们不明白吗？所以神就对耶利米说：“你去买一个麻布来当做腰带束腰。”所以耶利米就去做了。他买了麻布，过了一些日子以后，神就对耶利米说：“他说你去，去到柏拉河，在那边的一个山洞的当中，他说我要你把这个贴身的腰带要藏在柏拉河的这个山洞的里面。” 他说：“你去把这个腰带藏在这个山洞的里面。”又过了一些日子，神就对耶利米说：“他说我现在要你去柏拉河的山洞的里面，去把那根腰带挖出来。”所以耶利米就去了。当他从那个山洞的里面开始挖挖挖，把腰带挖出来的时候，这个腰带。 已经完全烂掉了，破损不堪。神就对耶利米书耶利米说：“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。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：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跟耶路撒冷的大骄傲。弟兄姐妹，骄傲是什么？骄傲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你听好来，骄傲不是。” 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或你能够骄傲，是当时倚靠神，变成不是你的优先次序，变成不是你的唯一。当你觉得你还可以做什么，当你觉得你有能力，当你觉得你的安全感可以从神的身上转移。 那个就已经是骄傲了。神继续说：“他说这恶名不肯听我的话，按自己完梗的心而行，随从别神去侍奉敬拜，他们也必要向着腰带变为无用。”下一段，耶和华说：“腰带怎样贴近人腰？” 照样，我也必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，好叫他们赎我为子民，使我得名声，得颂赞，得荣耀。这一切的最后一句是：他们却不肯听。你知道，神造我们做腰带，把我们变成他的腰带，是叫我们紧紧贴着。 神的腰贴在他的身上，让我们可以全然的来依靠他。但是神却说：“当我的百姓骄傲、悖逆、不来依靠我的时候，他就像这个腰带一样，被藏在这个洞穴的当中，埋在那里，让它腐朽。”我可不可以这样解读？这种洞穴就是你的安全感。 你的恐惧，你的害怕，你的骄傲，你所依靠，在整本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那敬畏上帝、顺从神话语的人，你会成为上帝的贴身腰带。但是如果今天， 你选择不敬畏上帝，你选择不听从神的话。每个礼拜在讲台上，你听到了神的话，你却硬着景象不去做。你不需要等到审判来到，因为你会落入到仇敌罪的网络之中，就像这个腰带一样。神说：“我的百姓竟然不肯听。”你知道耶利米的比喻他在说什么？ 他在说：“同样都是腰带，可是你有选择。你可以选择敬畏神，你就成为上帝贴身的腰带。如果你选择背逆、偏行己路，依靠这世上的安全感、物质给你的安全感，依靠你自己的能力。” 你就会像这根腰带腐朽，到最后无法被使用。好吧，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。我觉得今天神要来对我们说，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，谁是你的依靠？我们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些筹码，是看得见的筹码，包括你的产业、你的房子、你的车子。 你银行的存款，你的儿女，也有看不见的产业，包括你的时间、你的才干、你的体力。但是神在问你说：这些筹码，你是要继续握在自己的手里，还是你要交在神的手中？我作为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，我跟神祷告。 我说：“主啊，我要的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我要的是，一分耕耘十分收获。所以让人可以看得到，那十分之九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。但是那十分之一，那一分耕耘代表是什么？那一分耕耘不是代表我的十分之一，不是。那一分是代表我的百分百。” 是代表我所有的筹码，阿妹吗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今天可以把你手中的所有的筹码交在上帝的手中，来与神对其敬畏上帝，遵行神的话语，让我告诉你：当炎热来到，当干旱来到，你必不惧怕，你必能够刚强。你要在上帝的面前大得奖赏，因为是上帝要把你藏在。 他的岩石洞穴之中，你不需要再藏在你的安全感的岩石洞穴之中。神说他是你的岩石洞穴，他要将你藏起来，而你要成为他的贴身腰带。好吧，这时候我们一起，我们来开神来祷告，举起你的手。今天你来向神立一个约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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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遵循神的话。” 然后你就来对人说：“我偏要，我偏要，我偏要，不管在过去，在今天之前，你在疫情的当中，你是怎么样来看待，来跟神的话对齐？但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今天。” 你就可以回转，今天你就可以悔改，今天你就可以重新与神对齐，今天你就可以破除你内心的恐惧，今天就可以对神说，没有任何事可以拦阻我来敬拜你，没有任何事可以让我退缩，没有任何事，没有任何世界的谎言，没有任何仇敌的威吓，可以拦阻我来敬拜你。主啊，即便我们的身体有软弱，即便 我们对财务有不安全感，即便我们在沮丧的当中，主啊，我们来与你对齐，我们要来敬拜你。真正的不足是来自于你，主我们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